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这么高个儿，都快赶上我了。我这个个子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父亲呢以前是打篮球的，所以呢我相对的我的个子就是遗传我父亲就是这么高。因为你的个儿太高，他个儿稍微矮一点，所以我扔球的时候可能要偏重这边一点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